求复苏公益路跑，我被去任吉隆坡区总干事杜彦龙居士到舞台这里准备飞行仪式。那这里呢，我们有几个事项要宣导啊。我们这里观众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冲线，我们就后退几步，我们就站在那个起跑点的前面哦，就之前哦。来，我们的小菩萨，我们往后面过三一。滴滴往上。